因为今天其实当然大家会绍兴而来，那其实今天不算是加盟仪式，也只是一个，因为他决定要投入选秀，我相信媒体朋友们都非常有兴趣跟他谈谈话，所以我们也是安排这个场合，让大家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可以来跟他谈谈话。毕竟可能到外面热身赛各地跑，可能对于媒体朋友比较不方便那所以才会在今天这个场合。主要是让大家待会大家可以跟他讲的话，那我今天也会针对大家有些问题，我可以回答。医生，帮我先分享一下，因为其实绍兴在十二强的表现大家都有看到嘛，只不过去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在美国那边比较没有这个出场的这个机会，所以站在球团这边，大家是希望说看到他哪些特质，比如说可以在新的球季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当然我们。主要是因为我们选秀是有状元签嘛，所以就是有在思考说，看看说到底有谁会来选秀。那当然，绍兴是一个我觉得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投手，所以有这个机会，他能够先来这边进行培训，然后在上半季的时候可以在二军就近观察，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对，那。当然，好的先发投手是各队都会非常需要，对。然后他也年轻，才27岁，所以各方面的条件我们都非常清晰。对，但洪总是非常的欣赏他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有讨论到。然后他也觉得他不管是球技或是他的态度，还有蛮自律的这些，都是我们的队友都可以效仿的对象。不要像你队友，如果确定没有新球场加入的话，就一定会选陈浩庆。对，应该就是说，如果他投入选秀，然后我们放选，那我们就是会选他。啊、如果中间有些老林子伟啊回来的话，会大家放选他。不会，不会，我们就是希望顺利可以往这方向进行。啊、如果有新球团，因为新球团加入的话，你就没有状元签了。就是这么说，联盟在规定新球团加入之前，有没有计划跟发展规划去定下来的？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那个会长一月有讲说，在一月底前如果没有新球队表达明确意愿的话，就今年选秀是来不及。那时候我们是看这个当时他一月的时候的访问。所以，对我目前针对这个得到的讯息就这个。因为他也有说，因为是四月底前要有些方案，就要定要这样的什么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有新找到新球团之后，再跟各球队协调。那你就针对这些点就怎么样？就是要各个时辰出来嘛，定要怎么样，然后那你们就安心。对，因为通常是第一步要有加盟意愿嘛，对，然后再来还要有完整的这个计划书。对，所以他之前提到的四月应该是完整计划书，所以时间上是非常赶的，但是就以目前了解的状况是资讯是这些这样子。对，那之前听的会长是说，吴之前会长是说这个一月底前要有意愿表达意愿，那当然计划书是可以到四月提前，所以当时的这个听到，我据我了解是这样。